同款阿玛斯。干啥？溜了。嗨，我又来了。啊，我说你跑哪儿了，兄弟们？啊，躲这儿了呀？啊？啊，妹妹躲着干啥呢？睡觉呢？啊，睡着了？睡着了，这妹妹啊，我肯定要让她精神一下。哎，李老板，精神了没有？啊？这啥？哎呦，着火了！呀，又跑是吧？哎，有脚步，我先清一下。咦，你干什么你？妹妹进小房间了，兄弟们。喝饮料呢。没人，不行，兄弟们，我翻进去肯定应该能发现我，我觉得应该能发现我，看我细节，不行，我得吸一下他的注意力，知道吧？我得掩盖一下我的脚步，一颗八零的手雷，这个雷很细节，哎嘿嘿。这个雷一炸，他根本听不到后面的脚步。别往后转了啊！往后转我杀你啊，妹子！2 hours later， 给我大哥一个大西瓜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我是庆幸的是，大哥还是没发现我。大哥咋样呢？哎呦，你杀了我的鸡又怎么样啊？啊，你能咋的？吓死了没有？哎呀，老弟。